哎，这是个啥呀？还是第一次见，老铁们，你们知道吗？你在这里干啥呢？你啊，打洞的吗？你看它的前面的两个爪子，这种皮皮虾一年要抓好多个呢。这种纸下面一般都会藏东西，你看到没有？小腿已经露出来了，可惜呀，老铁，你的腿太多了，藏都藏不住啊。你看啊，你看它这个腿，发现一个皮皮虾，你躲在里面干啥？你出来你。你是不是不开心呢？你怎么了呀？是死了吗？没死啊！你看他的腿，哇，这么多，好漂亮啊！Hello 啊，石头蟹，你瞅啥呢你啊？你在这干啥呢你啊？啊，还加我，收了你。爆头哥，睡着了吗？这是啊？哎呦，这睡着了吗？你看他的吸盘啊，他只要吸住你的手臂啊，就很难拿出来了。哟，呵呵。你游得还挺快啊！哎呦哎呦，活泼的小皮皮虾，哎呦，这还没抓你就举手投降了，关注我带你赶海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